我很反感那些在夜店上班的女孩，直到今天来到现场，我知道你所做的一切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，真的很抱歉误解你了。我今天鼓起那么大的勇气站在这个舞台上，我就是想对你说我喜欢你，我真的很喜欢你。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？如果你早点告诉我的话，或许你今天不会变成这个样子。怎么那么傻，傻得让我有点心疼，你知道吗？相信我，你的头发会没事的，我会让你变成以前那个样子。那如果我以后头发都长不出来了，你不介意吗？我不会介意。